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詹院长告爹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一定话我临时收到通知，去公所参加一个会议。哎呦，特别交代我哦，爱好好交代您啊。啊，咱来得啥？应该真叫对。讲什么交代啦？大概主宰的话。是啦，老师啊，这嘛算是阮幺另外一个家啦哈。啊，你免甲阮当作是人客，你若有代志，做你去无伊。好，阮幺哦，从阮那四界看看就好。不要，那呢就拜托你啊。老师，无问题。爸，阿姨，我找恁陈冠杰。哎，好啊，你爱好好搞介绍啊。再见。我小较糊涂的啦，袂记得讲我今日甲朋友有约，既然伊丢无滴，我若先离开应该嘛袂歹势，无先来转啦。文耀，哎你，我已经要转来啦，你当初离开的云哦，是咱个伙伴，啊，前面几个人看起来吼，拢足熟格的啊，一定啊。全都是你啊！哇，拢无变呢。阿姑，我看卖。哦，白头鬃哦，拢无加一支。你是要讲我欢喜着啦？我规个头壳白一半啦。哎呀，只剩下面去啊！阿对，一定来来来，一定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爸爸罗在兴。李局长，你真正是阮罗家的大恩人啊！我这个做爸爸较失败，我家己的囡仔流落在外面，好佳哉哦！我要拄着你，你唔啦提供伊一个哦，遮尔坏的环境，佮饲养大汉，佮栽培伊出国读书，这份温情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报答你。唔通安尼讲啊，阮豪杰的囡仔吼，足有志气的啦，读书吼，读到国外去吼。完全靠家己的努力甲打拼，争取咧奖学金啦。我诶，一家吼是陪伴伊，甲伊关心一下尔啦。这点就是我无法度予伊诶。总讲一句啦，我真正足感谢你诶。啊对啦，这位是我的太太。哦，原来杏林基金会刘小姐就是罗当的夫人哦。啊！你之前来探听文瑶的代志的时阵，你哪会无甲我讲你的身份？阮阿姨哦，想加了解我，这嘛是合情合理啊。阮阿姨无表明身份哦，是惊异地有咧感染硬药啦。其实阮阿姨哦，是替大家设想。是啦，希望异地有卖更快。袂啦，无代志啦。对啦，院长。虽然我已经认做归宗啊，啊，不过对我，我袂正式公布我家己身份，找较熟人再来探听我的消息。院长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秘密咯。哎，那有啥物问题啦？行啦，咱带罗董的甲夫人哦，来四界看看的啦。无，恁先去就好啦。我来去行政组一撮啊。董事长今仔日有带一块钱要捐落院去。是啦，院长啊，这是我对育幼院哦一点仔心意。啊！你千万莫提示咧，何必啊？麻烦你哦。无，我随来去办。啊，罗董，这边请。院长，我认为这块地哦，会当规划做生态园区啦。哦。可能幼儿园小朋友家己学种菜，还是讲在家养小动物。哦，听起来袂歹哦。系啊。我做，我先救我呀！啊，是讲这磅礴是啥物白的啊？白啊，离离了啦！忠信，
敢是忠信啊？是我，是我啦，亚弟呀，亚弟呀！哎呦，我的老亚弟，你这几年是走去倒啦？咱拢无消无息啦，啊！你干嘛都做亚弟呀？我都感觉我真对不起，我哪有那个命，去跟你联络？你有算啥呢？你嘛无应该讲我下面拢无讲，就做你走啊！当初阮家落车，我几个人真失志。有过来年，我活了凄惨落去。你看到啦，我着交面皮去瓦靠你。你无气恨我，你收留我，甚至你阁化作罗家的管家。我一个人一口，我着应该行人一道。结果我。我竟然无尽到我的责任，我害你失去桂冠，阿公咪姑，我真正是足该死，我哪有面通见你？那是意外嘛，那边哪会当怪你的？对不？你无需要我把所有的代志拢打起来啦，啊？哎，咱两个哦。是穿同一件裤做伙住的，我贴兄弟呢？兄弟是一世人的啦！我无迄个资格啊！我不准你安尼讲啦！我吃吧，你嘛吃吧，咱两个做伙比。这句话哦，是你做少爷的时阵，你亲嘴讲的呢，我拢记条条呢。这嘛将心比心，我嘛是这款心意啦。你看嘛，伊是啥人？你看嘛，伊是啥人啊？伊是咪姑啦，伊就是我的咪姑啦。伊是咪姑，伊真正不是，是有影无影？你是讲真了讲假啊？当然嘛是真嘞，你就是我的面姑啊！你即摆叫做罗文雅啦，文雅，叫阿静啊，叫阿静啊，阿静，你好。当初的，一个了大的面姑，即摆已经这样壮仔。真好，真好！哎，哎，啊！谢谢谢谢，我是台，我是台，我，哎，我是真的忍不住。英啊，恭喜！安尼回关，这天气嘛得到安慰啊，真正是足好。对啦，忠信啊。既然哦，就讲到过去的代志啊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直放在心肝内啦。迄时阵，我甲金妹去香港出差，啊，我有拜托你讲，都要替我照顾慧君。啊，慧君啊，雄雄安尼买机票要离开我，啊，之前我甲伊就好势好势啊，啊，啊，伊敢有甲你讲啥物啊？这。对不？真正是你哦、喔！多谢老师讲哦，在印度的这些大的朋友啊，哎呦，我那想嘛想袂到讲是你，哎，大家这久无看呢，啊，你啊拢无跟阮联络啦，我搁在印度拢做挂念你呢。哎，胡林。
叫什么夫人啊？叫我富美就好啊。安尼想见我？喂，有影真久无看下咧。哇，你规人看起来是这么青春，这么有精神。哎，这时间哦，真正完全拢无伫你的身上，留下无好的记录咧吼。哎呦，拢个退休的年岁啊！啊，你咧最近过得安怎？哦，啊，无啥话，我咧交一个朋友啦，投资一个小生意啊。是讲个兄啊哦，真正是天长地久，所以无带你提出来讲啦。唔系你讲啦，但人讲哦，八岁的猪啊，头咧咧啊，有实力的人吼，我们才会谦虚。亲像你的骨头若无够粗，没人可能你家咧哦，出钱又搁出来。嘿，那即嘛是在地调查哦。敢有需要我把我的口子啊个出入的资料全部拢互你知影？啊，无好像就我那回答无两百万也款呢。公生笑呀，蛮坑爹是咪？你家你是要惊死人哦！哎，他真是叫鬼惊着哟。人讲火烧拿刀唔死心啊，都有影是你老虎皮的个性。你无走右手行，我当然来问个清楚啊。妈呀，你气不破啦！我为着要制造咱两个人单独见面的机会，我拄则唔是先找借口离开啊。你计划免讲啦，今麦才无别人。恁两个都免伫遐咧虚情假意啊！我问你咧，你消失三十多年，你什么时阵唔出现？你进来这个时阵，甲在因咧中风，你想要创啥？天地良心嘛！啊，我唔是会被卜先知的老伯翁啊！我哪算会到讲，我今仔日会伫咧遮去拄到兄啊？这一切啊，拢是天公伯爷安排。啊，若无，这侪年来我嘛无所一直想你，你讲对。你唔免你遮咧冷笑话啦！我唔是在行，我唔相信你遮尔啊单纯。拄则若唔是我先出声，我问你咧，你要安怎回答迄个狐狸精伊离开的事情啊？我会当讲的，唔就是兄啊所知的情形啊。顶回我因为惊兄啊压力伤大，佮加上伊无愿意排着一个破坏人家庭的罪名，所以心肝了瘫痪，伊就带面孤走。啊，这敢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？啊，是讲其实这个问题啊，又过来答案当算了。陈中祥，你莫搞我给批评。当初是你要爱钱，我一生过你都无惊无，你哪会当无交友所惊？莫讲我袂输，你对我有偌大的温情同款。这条钱我摕甲理所当然，因为是你逼我做出违背家己兄弟的代志。我无爱，我为什么要接受伊的安排？春分哥，你刚才还是这么好的兄弟啊！你应该真清楚，再用回来，若无看到我甲咪姑，伊会我尔烦恼，我尔着急。我拜托你，你搞到啥工好无？是啦，这是兄阿爷家内事，而且我只是一个管家尔，这款代志我真歹插手啦。拜托你啦，算我求你，别听说咪姑再用因爸仔囝好不？啊，你坐袂赢富美啊啦，伊用早死心啦。伊恁妈到即马才对你动手啊，就表示讲伊什么也拢准备妥当啊。伊是准备啥？